榛蘑肉丝。榛蘑洗净，放入清水中浸泡。里脊肉洗净切丝，放入盐半勺，花椒粉一克，生抽半勺，料酒半勺，拌匀腌制5分钟。二荆条斜刀切片，小米椒斜刀切断，姜蒜切片。榛蘑放入锅中煮2分钟，捞出沥干。锅中放入适量油，油温烧至70%热，放入肉丝，炒至变色，盛出待用。锅中留底油，放入姜蒜片爆香，放入小米椒、二荆条、榛蘑，翻炒片刻，放入肉丝，生抽半勺，翻炒均匀，加入盐半勺、鸡精半勺、花椒粉一克，炒匀即可。